整理完之后还是一些练习，跟刚才一样，就是什么度什么，然后问一样的问题，谁在正谁在负啊，质量增加减少的问题，然后半反应式。来，第一个我现在做的是铜汤匙度银，铜汤匙上面要度上银，所以铜汤匙放哪一级，银放哪一级，停车暂借问，铜汤匙放哪一级，银放哪一级，帅哥美女来，先找美女，霹雳五号，谁放负啊？铜汤匙放负，银放正，请坐。铜汤匙放的是负极，银放的是正极。那你的电解液，我们说的注意事项的，特其他的注意事项的电解液要有含什么东西的？含什么东西的？什么离子的电解液？啊，你的电解里面要含有什么的？这也是有人会问的问题。帅哥男，帅哥男叫做三五，没有，二一，要含有什么离子的？啊？你跟我，你要报答你听不到？哪一种离子？我要铜汤匙镀银，我要长银出来，所以我要什么离子？李工长，银离子，请坐。因为我要长银，所以我需要银离子。像谁呢？国中生只会一个，叫做硝酸银。现实生活中用的是银氢化钾，我想过它有氢化物嘛？请问想第二啊，氢化物银氢化钾。现实生活用的是银氢化钾，可是国中生没有学过这玩意儿，国中生只会写他用硝酸银，国中只学过硝酸银，所以我们就写硝酸银。啊，现实生活用的是银氢化钾 ，OK。好，还有哦，还有，正极半反应，负极半反应，正极半反应，还有一个负极半反应，请告诉我，我现在是铜汤匙镀银，所以正极半反应什么，负极半反应什么？正极半反应，可爱小女生，六号，正极半反应，铜汤匙镀银，我要长银，正极什么反应？你讲中文也可以，让我意思对就好了。你要讲银离子变加电子变银吗？你要讲这个吗？好，请坐。我让你做的原因是因为你是错的。正极是银变成银离子，然后你错两个地方。你刚刚说要两个不对，它只有一个。A G 是正，那是八年级学过的事情。然后负极又是倒过来，银离子变成银。我们前面就讲过了，负极是生成金属的，所以是银离子变成银。啊，一样，正极质量增加减少，负极质量增加减少，啊，这我们也跟前面基本上是一样的，跟前面背的内容基本上是一样的。帅哥男，三六，正极质量，负极质量增加，请坐，这个我们前面学的是一样，正极质量减少，负极质量会。增加，啊，浓度嘞，你那个硝酸银或者是银氢化那个浓度会怎样呢？浓度，可爱小女生，十三，不变啊，你说也是跟前面一样，叫做不变嘛，电都电度嘛。对，它都一样不变，所以它是回复我们前面让你学过的一样的东西，把它弄背完就会了。OK， 谁在正，谁在负，正极半反应，负极半反应，质量增加减少，颜色变深变浅，浓度变大变小，还有一个叫做其他注意事项。OK， 又是我们给各位小小的动脑时间。